过年超威伴手礼登场，营养师也赞不绝口。这个福贵糕，那过年那个长辈收到就觉得，哎呦，好吉祥！我帮你切了一小块，因为这个我要带回家的。我也是，简直就是要没有负担的。对，咬着咬着吞进去的，你就咬20-30口之后，香气就来了。没错，这就是耐吃啊，纯粹。对，就像它要用什么，而且它用料真的好多，真的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